二次真神道，上帝，生命在他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内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一生的，乃是从上帝生的道，到成了肉身。 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